一次财经新闻，环球股市急跌，拖累港股跌超过1000点。十大最活跃港股，猫尾移动跌2.3%，阿里猫猫跌超过8%，银猫娱乐喐下得唔得啊？玛利亚，哦，俾次机会啊！听日升定跌？听日升定跌？听日升定跌？唔使问水晶球嘅。唔使惊，技术上调整啫。我哋一齐撑起个市，升啦！升升升升啊！升升升升啊！升啊！大家快啲将我哋嘅撑市计划，将自己嘅喵星人、汪星人化身成为红衫仔，一齐喺喵交所失败或者撑爆个市。打气姐位置有限，快啲带埋你嘅毛毛参加啦！想报名参加好简单，只要填张 Google Form 就得噶啦。记得填妥姓名、电话、电邮，有冇无牌超账要话，再减埋数量，最后减埋交付方法就得噶啦。大家好，自从猫星人姐喺10月26日开始首日发行起计咧，大市已经出现一个先低后高的形态啦。咁恒指由10月26日嘅低位15041点，一路升到去11月7日嘅高位16821点，8个交易天累积嘅升幅有1780点。恒指会唔会大幅度上升或者继续向上攀升咧？好视乎咧猫星人姐嘅成交金额能唔能够配合。如果动力唔配嘅话咧，升势当然无法延续，亦都会受规限啦。大家记得支持。哇，个市真系升翻啊！对啲新手玩美股有冇咩 tips 啊？新手玩美股啊，其实最紧要都系四个字啦，就系用小利大。因为无论咧你系投资新手啦，定系资深玩家啦，其实最怕都系佣金贵啫。咁咧我自己就用紧华盛通，咁都算系一个即系美股嘅投资神器啦。咁样，咁佢嗰个佣金就非常之低嘅。咁你每一次嗰个交易咧，其实都系唔超过$1嘅佣金。香港人咧日头港股，夜晚美股，好平常啫。咁咧有华盛通呢个 app 咧就啱晒啦。咁開通咗個串流報價，咁就可以夜一夜都睇到個即時走勢。如果想全面啲咧，咁裡面都有美股嘅 KOL 專欄、美股新聞，咁啲分析咧都非常之仔細嘅，咁樣樣齊曬就唔會 miss 任何消息啦。不過有心水都係未夠嘅，最緊要就係 trade 得夠快，用華盛通嘅盤前盤後交易咧就啱曬啦。同條件單唔同，最大嘅優點咧就係唔使等美國開市，一收到晚鳥 anytime 落盤都得。咁就唔使捱眼瞓啦。其實華盛通仲有好多其他功能，譬如好似係抽美國新股咁啊。不過咧，抽新股就要有翻少少底先得嘅。咁俾800万嘅資產證明咧，就可以入場噶啦。哇，成800万啊！咁又唔使咁灰嘅，新手咧其實都可以試下玩期權啦。咁嗰個成本咧相對就低過買股票，就好啱一啲咧資金唔多又想試一試玩嘅新手。同埋期權嘅組合靈活啲啦，風險可以自己控制到。无论个市系升系跌，唔上唔落都有机会赢噶。不过新手如果系美术行咧，最好都系开埋华盛通个模拟 account 试玩一下先。咁样成功开通咧，就有100万嘅美金试玩啦。咁有 Apple 啊、Google 啊、Tesla 啊，咁有好多唔同美股嘅去到俾你自己组合嘅。咁可唔可以成为到千万富翁呢？就睇你自己啦。想每日都过得丰盛，就要好好装备自己啦。华盛通 EDDA 入金24小时随叫随到 ，PC 手机随时随地睇串流报价，接收所有资讯。而家睇片都可以学投资噶，要 keep 住进修啊嘛。一个 app 满足唔同落单需求，
set 好条件，成果就轻松到手啦。嚟华盛社区同大家一齐倾下偈，问多啲，识多啲。一个账户，一种货币，跨市场交易，想入咩股即刻买入。你仲等咩啊？生活从此华盛。聖誕快樂，聖誕快上，落完咪上咯。啱啊，係啊，即係個市一樣。係啦，嗱，好開心啦！今日又見到個太陽喺呢一度啦，掛咗喺度啊，好開心啊嚇！嗱，咁啊，見到咧聖誕長假期後復市第一日啦，就即刻出太陽。除咗太陽之外咧，都有好多好消息出嚟喎嚇。咁啊，內地落實咗咧喺下月八日咧就全面通關啦嚇。咁啊。通關在即市場就憧憬內地經濟復常啦，咁見到個市咧今日咧都曾經其實見一度升500点嘅，超過505点啦，最多係上翻個二萬點嘅水平曾經，但係20000点啦就得而復失嘅，咁收市只係升305点啦，其實19898点嘅水平啊，成交金額咧1220亿几左右啦嚇。嗱 ，King Chair， 然後咧見到你上嚟啊，係。即是通關第一件事你掛住要做什麼呢？都不是很關我事，不關你事啊，暫時不關我事，我沒想著出去，是啊，啊，即係好似你咁，一早已經出咗去，唔奇啊！咁但係我好似都冇乜點諗住出去住，咁都通唔通？其實都暫時冇乜。唔係 ，sorry， 唔係出去，係北上。係啦，北上咯，因為即係北上再加出去咯，即係出去嘅話，好似去日本啊、其他地方啊，咁或者北上啊，咁北上嘅話，我哋等緊啲。等你安排啦，如果你有啲咩安排嘅話，你聯絡我咯嚇。我諗你啲安排排得密密麻麻喎。我冇啊，我完全冇安排嘅，我完全冇。我等人安排嘅，幫我安排嘅。主要都仲喺香港度啦，咁香港度好多嘢做嘅，咁多唔知點解咧？即可能你啲年青人咧，一見到通關嘅話咧，就即刻咧就即係出去玩啦，包括咗。上個月啊，前個月啊，都已經係通咗好多其他地方啦，已經係0+3之後都已經通咗好多地方，大家都已經諗曬去玩噶啦。咁但係好似我就冇乜感覺咁樣噶，即係未中啊嘛，你成日都話。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你未中，因為未中，所以驚住出去中，所以就即係唔敢出去。我諗未必一定係咁樣嘅嚇。咁即係你咁樣問我嘅話，我突然間諗起一樣嘢咧，就係當三月嗰陣時、四月嗰陣時 work from home 嗰陣時嘅話咧，大家如果仲記得嘅話咧，個個都喺屋企度工作嗰陣時嘅話咧，你係習慣咗喺屋企度嘅，一個星期七日都喺屋企度食飯。即係工作咗咁多年嘅話，都未試過我都未試過，係三四月嗰時先試過係咁樣嘅情況嚇。咁跟住之後嘅話，個情況點咧？即使咧就唔需要 work 放空啦，大家都開始咧就放鬆咗啲嘅啦。咁但係咧都係中意係留翻屋企度食飯。個心情啊，係啦，個心情已經唔同咗。再加埋，就算係真係0+3之前嘅話，大家亦都係睇到咧。出面條街咧係靜嘅，夜晚10点之後咧，即係啲鋪頭嘅話咧，8点-9点咧已經係冇第二輪啲食客喺嗰邊嘅，已經開始諗住咧係打烊嘅，已經係跟住你出到去嘅話，10点嗰啲時間咧，成條街已經係冇人嘅啦，已經改變咗嗰個生活嘅習慣啦。咁所以嚟睇嘅話，就算而家真係通關嘅話，可以周圍飛嘅話咧，我諗我哋呢一輩人啦，可能都係諗住咧會
習慣咗喺度啦，留喺度先啦，有機會先要出去啦，冇機會嘅冇必要嘅話，就自己唔會主動咁樣出去咯。即係我更加深入了解到阿傾 Sir 另一面嘅，你咁黐家嘅喎。大家習慣咗，嚇呢個一個習慣嚟嘅。咁習慣咗之後嘅話咧，就即係唔出去就唔出去咯。嚟香港都好多嘢做啫。咁多年嘅行山嘅話，咁繼續行山咯。聖誕節都繼續行山，都啲人俾人話我聖誕節緊係夜晚嘅話，梗係出去玩嘅啦。咁難得放開曬。但係咧，但係咧，我都中意寧願係日頭嘅即係行山啊呢啲，同埋屋企人行就得咯。唔係，就同邊個行都係一樣啊。總之，即係留翻香港島，其實都仲有好多嘢做，好多山我都未行過㗎，我都會繼續咧，就即係行山，甚至乎咧就即係預備半馬拉松，咁我都要繼續去跑步咁樣去練習跑步咁樣。即係呢啲嚟睇嘅話咧，除非真係頭先所講到咧，有公司邀請我哋上去體廠啦，或者遲啲會有㗎，遲啲會有咯，或者個上有啲咩嘅活動啊，想大佬度搞嘅話，咪一齊去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暫時咧我自己咧就冇個動力咧就出去第二度住，係咯。咁嗱，咁啊講翻個時候點咧？個時候點睇咧？我同你一樣嘅咋，因為嗱有一段時期咧，就我喺度做嘢啦。咁啊，跟住哇，疫情好緊張啦，即係要喺屋企做啦。我就好唔願翻屋企做，我真係好唔願噶。我寧願我一個人喺公司嘅，但係真係又唔係咁好啦。因為公司冇人去整依樣整嗰樣，咁我一陣翻嚟就唔好啦。咁啊，屋企做啦。啊，做下做下咧，我又唔想翻嚟咯。係啊。屋企做咗幾多喎？又習慣咗喎，喺屋企噶嘛。啊 ，Skype 咪 Skype 咯，咪又好咁樣。即係習慣咗就唔想喐啦。咁啊，後期咧就復常啦。咁啊，復常之後咧就慣咗咧就收工冇飯局噶時間咧就翻去做運動啦。做完運動之後啊，睇陣新聞啦，咁啊沖涼瞓覺啦咁樣。即係日日係咁樣啦，係冇一個動力話又要走去機場，又要坐幾個鐘頭飛機，又要去第二度咁樣。哎呀，唔好搞我啦咁樣，所以咧係同你一樣啊，冇咁嘅心情咧。去旅行啊，翻回啲後生嗰啲咧，就唔同啦。我哋老啦，我哋你唔可以唔承認，我哋真係年紀係大咗噶啦，即係係安於而家呢個咁嘅現狀。但係後生嗰啲咧，就希望見啲新鮮嘅事物啊，或者去睇下。咁其實都係啱嘅喎。我哋後生嗰時候夠周圍去啦，係咪？所以呢個係啱嘅。不過講真啦，如果能夠真係復常啊，中國兩地嘅邊防係開翻通嘅話咧。咁其實咧，北上嘅活動咧，慢慢係會多翻噶啦。咁呢個都係一件好事，起碼咧嗰個對個營商嘅環境嚟講咧，經濟各方面嚟講係從而改善嘅。嗯，係啊，其實即係禁咗咁耐咧，大家都即係如果即係憧憬翻通關，一定要即係大家有好多嘅股票上嘅，有好多嘢要憧憬嘅，因為咧即係好似咧就即係早前咧率先落啊啲即係旅遊股啊。嗰啲各方面嘅股份咧都已經咧落鑊嘅啦。嗱，講翻個市先啦。而家嗱，今日咧即係大家都即係預咗咧個市今日應該會好啲，因為你即係落實咗個通關啊嘛，個日子有時間表出嚟。嗱，見到咧個市今日咧就最終埋單只升305點嘅啫。嗱，似乎就冇預期中話升得咁多嘅，即係原本諗住啊。之前傳話通關嗰幾次消息咧，都大升嘅，都近乎升1000點咁上下呢啲水平嘅。嗱，今次真係落實咗啦，反而依升300多點，成交今日都係1200多億。嗱，關唔關年尾事？即係年尾嗰啲人，大家都提早收爐啦。傾 Sir 你點睇咧？好多原因喺度嘅。咁開頭嗰陣時，大家炒通關嗰個概念嗰陣時嘅話，11月尾嗰陣時，第一就跌得過龍。跌過龍嗰陣時跌到落去咁低嘅環境之下嘅話咧，咁自然咧一有好嘅消息嘅話咧，啱啱接咗一個新嘅好嘅消息嘅話咧，咁自然咧大家咧就會係好迫切咁樣去買貨，咁所以咧就突然間咧就有成千點咁嘅升幅，亦都出現咗兩個 gap 喺度啦，曾經嚇。咁跟住個時間嚟睇嘅話咧，呢啲消息通關消息嘅開始咧，慢慢消化完之後咧，就即係個威力咧係減少咗。呢個其實個情況咧同美國加息一樣啊，美國加息嗰陣時開頭嗰陣時加哇。0.25、0.5唔係喎，0.75加到去0.75嗰陣時嘅話咧，個市咧咪跌咗落嚟咯，成個市一齊三大指數都跌曬落嚟咯嚇。咁但係跟住之後嘅話咧，加咗幾次0.75嘅話，大家覺得哦已經係
即係習慣咗，習以為常啦，已經係咁就即係加咁多次息嘅話，都係咁多嚟嘅話，冇乜所謂啦。咁所以睇嘅話咧，就即係個威力就少咗。咁正如港股一樣嘅，你講通關講咗咁耐嘅話咧，好多股票已經炒咗上去，炒咗上去嘅話咧，你要佢再炒嘅話，除非有更加好嘅消息出現。第二嚇，咁第三嘅話咧，就即係講通關講咗好耐之餘嘅話咧，內地嗰方面咧放鬆咗個防疫嗰、那個嗰、那個標準啊，一路都講緊，最緊要講個標準嚇，你點樣演繹都唔緊要，最緊要個標準。那個標準咧就係將一個咧係新冠嗰方面嘅呢一個病情咧，原本係一個肺炎啊，而家咧係變咗一個你傳染病啊，呢個咧已經係好大個分別嘅啦。咁今次嗰個Omicron嚟睇嘅話咧，雖然都對於部分人士咧嗰個肺會有影響，但係咧主要嘅受影響嘅話咧就先前嗰兩類嘅啦，就即係。Alpha Beta 嗰陣時嘅話咧，就對於嗰個肺咧真係會係好大嘅影響。咁但係而家 Omicron 嘅影響嚟睇嘅話，細咗好多噶啦嚇。咁所以亦都係咧，就將嗰個定位定性咧，就係過去嗰兩日咧已經係即係放假嗰陣時嘅話，定位嗰度已經又刪除咗之後嘅話咧，咁而家大家驚住咧就係話內地太多人中啊。啊！這個、呢個就係、是、減輕咗咧，就係、是、對於通關嗰個係一個好樂觀嘅情緒。咁而家咧調翻轉咧，就覺得咧疫情咧係緊張咗。咁所以嚟睇嘅話咧，大家到而家嗰個環境之下嘅話咧，亦都係覺得會係即係利好同埋利淡嘅消息衝擊之下嘅話咧，自然個升幅就少咗。至於咧就啱啱尋晚公布嘅呢啲嘅，或者前晚公布嘅呢個咧，就真真正正通關呢個消息嘅話咧，香港呢方面嚟睇嘅話咧，今日都有反應嘅。如果唔係都唔好升成五百幾點啦，同埋真係出現咗突破咗20,000點呢個關口嚇。咁、我諗一步步啦。咁而家在等緊咩咧？就係內地嗰方面個疫情幾時到係高峰期嚇？呢、這個高峰期嚟睇嘅話咧，都其實面臨住一定嘅挑戰。其實都擔心係春運啊，係啦，冇錯，其實係啦。大家都回鄉下啦嘛，今次、啊、以往嘅話咧，過去嗰兩三年都係就地過年啊嘛，咁、就即係唔離開嗰個城市啊，唔離開你嗰個工作地點啊。咁但係今次睇嘅話咧，會係春運嘅時間會回鄉下，會唔會帶咗啲病毒咧？就即係傳染病啦，去咗鄉下。鄉下以前可能冇事嘅。啊！要隔離都幾遠下嘅，可能冇乜事嘅。咁但係咧，而家你帶咗入去嘅話咧，會唔會更加廣泛嗰個疫情咧，再爆發咗出嚟咧？嚇！咁呢個咧，大家都仲係喺一月份嘅時間咧，都有個憂慮喺度。咁所以咧，就算真係出通咗關之後，頭先我同阿郭 Sir 咁都係咁。通咗關又點啫？我哋唔會而家想去嘛，唔會而家內地嗰邊咧，而家咁大嘅咁疫情咁嚴重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傳染病咁嚴重嘅情況之下，我哋而家想去，所以我哋咧對通關冇乜特別嗰個反應喺度，冇乜特別咧係開心啊唔開心嗰樣嘢喺度咯。嗰、那個市亦都係反映緊呢個因素嘅話咧，再加埋第四樣咧，當然你頭先講到咧就係嗰、那個年尾啦嘛，已經係啊要做年結嘅話都結咗啦，已經係咁最終咧一日只不過爭在嗰一日嗰個點數咧咁大吧。所以睇嘅話咧，係我諗要真係要等到咧一月份嗰陣時嘅話咧，睇下個高峰期咧係咪真係去到一月咧已經係見頂，或者春運完咗之後嘅話咧，那個疫情咧係咪已經開始回落，冇再進一步爆發？這個、呢一個咧先至係到二月嗰陣時話，先至係一個咧係最緊要嘅時間。那個股市真真正正上升嘅話咧，要係等到二月嗰陣時咧先至睇到嘅。咁郭 Sir 咧？嗱，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內地嘅疫情咧，呢一輪真係好緊張嘅，尤其是北京啊、上海好多地方啊，廣州亦都如是。但係呢個一個過程嚟㗎，必須要面對㗎。因為外國好多地方咧一早已經係開放咗，但係當其時嘅病毒咧仍然都仲係比較高。咁啊，相對而家 Omicron 嚟講咧，而家嘅殺傷力嘅細好多，所以而家呢次開咧，可能咧就帶嚟嗰個創傷咧。是有，但是就不是話即係好似第一輪嗰時候咁犀利。但係呢個所謂嘅過程咧，你係必須要經過噶啦。即係等到多啲人啦，啊中咗之後又好翻啦，咁啊羣體有個免疫啦，咁其實咧就有利於後一個階段嗰個內部嘅經濟嘅發展，因為政策已經係放咗出嚟噶啦嘛。咁啊股市咧從來都走喺經濟前頭三個月到半年嘅，尤其是而家呢個階段。咁如果大家認為啊，今年去到暑假五六七月開始咧，慢慢復常開始好嘅話咧，咁而家個股市咧，其實有理由相信，就算唔升都好，相對比較硬淨噶。因為股市係走喺經濟前頭嗰幾個月噶嘛，但係並不代表而家馬上會三爬兩撥上去，我睇唔會噶。佢係可能咧喺
依個階段咧係一段時期㗎啦，等同咧早前喺兩萬零點咧整固之後，八月九抽一抽上去，再落嚟，跟住卒之跌穿咗啦，一頭雙肩跌穿咗啦。咁而家呢個以前嗰個右肩就成為而家上面嗰個囤積嘅阻力位啦，落咗嚟再上，佢喺依度咧亦都組成另一個阻力位，然後咧後個階段啊先再拱上去，所以後期嘅事咧。我自己都睇好，但係咧就唔會行得太過快，呢個此其一。咁第二樣嘢就係由14597點開始咧，頭一輪就係反彈市嚟㗎。經過16個禮拜嘅下跌之後咧，反彈4到6或者6個禮拜係好正常。但係而家去到8個禮拜啦，中央政策變啊嘛，開始放啊嘛，咁即係話咧呢一個所謂嘅反彈市咧，喺後一個階段咧會慢慢發展成為一個中期嘅升浪㗎。咁即係支持到個大市咧，後續就算回落嚟，都只係穩只右腳嘅啫。問題即係右腳喺邊度咁解，然後咧係會慢慢慢慢行翻上去噶。咁啊，好多人啊睇見而家嘅疫情咁緊張咧，啊經濟點好啊？而家梗係唔得啦，內需梗係唔得啦。就算放啊，好多人而家啲家居唔會出嚟噶嘛。我睇到一啲人咧，俾啲相我睇啊，有啲公司咧分開噶，陽區。阴区有啲系阳间，有啲系阴间，啊，即系咁样嘅。照样翻工，但系你分开嘅。啊，即系你未中嘅咧，就喺呢边；你中咗咧，都要翻工喺另外嗰边。啊，咁样嘅，其实啊，即系都好嘅，都好嘅，都唔系话唔好嘅吓。都好嘅，但系当你中完之后啊，一段时期啦，康复咗啦，或者食药好翻之后咧，你嘅身体有抗体啦嘛。你群體有個抗體嘅話咧，對呢個病毒咧，等同咧個殺傷力就唔會大得咁緊要。咁啊之後咧，你梗係一切如常噶啦，啊飲茶食飯啊，去街啊購物啊，一切如常噶啦嘛。即係經濟嘅動力咧，而家呢一分鐘係反映唔到噶，要後一個階段。所以未來嘅事咧，就算喺高台點磨都好咧，或者磨唔上再落咧，都係穩只右腳嘅啫。左腳係14597，個頭喺邊度？而家未 confirm 㗎。今日最高係20099點，唔能夠確認呢個真係個高位，可能仲會再穿一穿250天線，揾到個高位，然後高下先揾只啊右腳。咁啊，左腳喺度，右腳喺度，咁啊連線上嘅咧，呢條叫做中期嘅上升軌，就支持到後一個階段嘅線漸漸發展成一個中期升浪啦。所以對個市嘅短期嚟講咧，我唔會有太大憧憬嘅。呢一兩日更加冇嘢炒噶啦。基金經理啊，好多投資者都放咗假啦，去美加，去第二度滑雪啊、旅行啦。佢唔知道中央突然間會放呢個政策噶嘛，冇人知噶嘛。咁就算知道又點咧？你而家已經去到20000幾點啦，點樣都好過年翻嚟先再部署噶。所以呢兩日炒短線嘅話咧，可能咧有波幅就冇升幅噶啦嚇。係啊，頭先咪博 Sir 都講到啦，即係話睇咗好多圖啦嚇，即係話即係內地嘅疫情好嚴重咧。嗱，我哋喺淘寶買嘢咧就深深感受到嘅，因為咧喺淘寶咧，你成日咧買啲嘢咧，佢同你講話喂，佢哋嗰啲工廠啊或者咩嗰啲咧。哦即係中咗招，出唔到貨，係啦，咁跟住一封佢成個廠封啊，成遲交俾你，又或者係真係直頭佢直頭直接退款啊，佢唔做你生意，簡單啲嚟講。而家係係因為而家咁情況，你就睇到啦，哇！呢間又係咁，呢間好多間都係有同樣嘅情況出現咧，咁你就知啦，因為我哋深深感受到點解咧，因為我哋咧。之前訂製咗嗰把貓星人遮咧，就係咁嘅情況啦。嗱，我哋而家終於收到手啦，嘟嘟嘟嘟。嗱，咁呢把遮咧，終打開睇下。好，嗱，我喂，你唔好撞到我麥啊！一跟住啦，嗱，叫你唔好撞到我麥啦。係啦，就係咁樣啦，呢把就係貓星人遮啦。好靚喎！好靚啊！好靚啊！嗱，我哋終於到咗貨啦，好開心。咁呢把遮咧，我哋就會陸續咧通知大家咧嚟領貨，因為好，我哋呢個地方有限，開一撳拖把撳得下先，1、2、3，嘿，係啦，自動開動，自動閂嘅，好好啊！把遮好靚，把遮好靚，實物成即係個成品出嚟真係好靚，所以咧大家等咁耐咧。是值得的。Janice， 我覺得呢把遮咧，如果大家即係擔遮攞出去喺街度擔嘅話，行嘅話咧，實係好多人望住你㗎，一定引人注目，因為根本上係買唔到嘅。咪都係著色㗎，係啊，一邊咧有好多貓嘅嗱。King Sir， 你見到咧嗱，係咪好多貓咧？嗱，有貓之餘咧，其實有特別嘢喺度，你見唔見到啊？
好多好多出市嘅 number 喺度喎，好多股票 number， 股票 number 嚟嘅呢個，唔係出市 number， 出市件衫，紅褲紅衫仔，點樣有菠蘿包？有菠蘿包，有2018，誒買曬啲股票 OK 嘅喎，係咪啲 tips 嚟㗎？你哋有冇倫Sir喺度？啊，呢個倫Sir嚟嘅咩？呢個國Sir，哦，佢變咗樣嗰個，係咩變咗樣？啲貓嚟㗎，即係變咗樣嘅，變咗貓樣嘅。同埋咧，倫Sir八姐咧好好意頭㗎，全部都係升㗎。阿Kim你知唔知啊？我哋拍呢條片嘅時間咧。股市係喂拍呢條拍拍呢條片啊，拍升升升升升啊！股市仲係14000多噶，係跌緊噶。咁我哋拍完呢條片到而家呢個市咧，其實升到而家噶。呢把遮真係好好意頭啊！攞住喺手咧，分分鐘買嗰只就升嗰只啊！啊，真係同大家講一講啦。如果大家而家想買嘅話咧，都可以嘅。我哋啱啱咧喺直播留言板嗰度咧，已經擺咗個連結出嚟噶啦。咁啊 ，King Sir， 係想唔想買啊？當然想啦，係啊！嗱，陣間你揾我買得㗎啦。跟住人問啊，一人問啊，遮幾錢喎？係啊，一講啲人就即刻幫你答咗。Cindy 好 pro 喎，佢就話知道把遮係幾錢嘅，遮幾300蚊一把，係啦啊。經常陣間抌低300蚊，呢把遮係屬於你㗎啦嚇。哦，喂喂，即刻答到你喎，好嘢喎又好嘢喎。係啦，跟住有啲朋友好多人問點買嗱，我哋即係留言板度咧，就啱啱咧就已經擺咗嗰個買遮嘅連結出嚟嘅呢把貓星人遮咧。終於到貨啦，同埋咧都同大家講一講啦，我哋會陸續咧係用 email 嘅方式咧去通知大家嚟，即係如果上嚟我哋公司取貨嘅話咧，就我哋會 send email 俾你嘅，同埋我哋陸續都會用順豐到付嘅方式咧係寄翻俾買咗遮嘅朋友嘅。咁喺度咧都多謝咁多位啦嚇，咁終於好快就有遮可以用噶啦。好，我哋講完把遮咧都講一講啦。啊，見到 Caster 咧喺留言板度咧好努力咁幫我哋答緊問題嘅，因為咧 Caster 今日咧其實佢因為媽媽唔舒服啦，所以咧佢翻咗屋企照顧媽媽，所以今日咧就做唔到節目，係啦，孝順仔嚟㗎，非常之孝順仔啦。好啦，我哋又繼續講一講其他話題先啦嚇。嗱，講完個市啦嚇，琴日留意到美股嗰邊咧，哇！只 Tesla 真係非常之慘啊。嗯，陰功啦。係。哇！109.1啊。係啦，即係跌到一撲一碌啊嚇，見咗所數翻係連跌7交易日嘅。嗱，因為咧見到咧喺星期二，即係嗰日咧見到已經係有232億美元嘅拋售啊嚇。嗱 ，Tesla 一跌到接近100蚊嘅水平。其實係都幾慘下跌得，有好多人朋友咧都真係想可能，喂點解會跌到咁啊？只 Tesla 買咗 Twitter 啫，即係 Elon Musk。咁同埋咧亦都啦嚇，見到即係個股價跌到咁，有啲人就會問啦，喂買入得未啊？我唔買啦。喂，前面嗰只腳係咩位啊？你睇唔睇到啊？好，再揾再揾邊個？邊只腳？邊只腳？OK 睇到啦，前邊個低位都係109蚊嗰度有嗰啲位喎，有啲支持喎。係啊。2020年嘅尾，誒畫畫畫個圈圈喺嗰度啊！邊度？你畫啊！你嚟哪裡？其實你問呢個係啊，邊個？呢個位啦，呢個位啦，呢個位啦。邊個位？呢個呢個呢個位。你想畫呢個位？好，我幫你畫。係咯，呢個位，呢個呢個位，呢個係畫唔到呢個。嘿，嗱，我畫條線喺度啦，好嘛？誒，畫個圈圈啦，畫個圈圈啦，係咯。邊度？呢個位。下邊。呢個。前面。邊度？唔係，哪裡？低啲，唔係左手邊咗，係咁啊！唔係，點樣話？呢個落跌破咗啦，再之前嗰度。喂，搞唔掂喎，大佬！呢個刮線。呢個刮線畫唔到，算啦。誒，但誒得啦，喐到邊個位？左手邊。Jerry。左手邊，左手邊，係啦，呢度係啦，呢度啦，呢個區域。呢個區域有啲支持喎，可能即係講緊100蚊到，至110蚊到啦。呢度就係咯，接近一百。下邊低位幾多？下邊低位100蚊都係咯，90至到110，係啦，一個細嘅徘徊區喺嗰邊。嗯。啊，咁如果真係冇穿呢個啦，再穿呢個嘅話咧，就落到50蚊先至有個更加大嘅支持啦。哇！哎呀，唔敢諗喎。啊啊啊！傾下，其實咧有一點分別嘅，因為早前嚟講係幾廿蚊上去100到110蚊咧，係冇成交，衝咗上去係有成交，即係資金咪入咗市啊。係。跟住再推上去咧，越賺越多，越賺越多啊嘛。但呢一陣咧，你睇下七支陰燭咧，由150蚊落到成交多好多添，成交多好多，係特係。蝕錢貨係啊，好啦，呢批貨咧捱得一日，捱唔到兩日，咁啊，就算你技術上超賣之下咧，有少少後抽，但係買完之後咧，等沽嘅實在太過多啦，所以咧，
啊，可能咧學阿傾所講咧，一百、一百一十啊，或者100-115咧，呢個區間，因為唔捨得沽，唔係代表係買得，只不過唔捨得沽嘅啫。好啦，一段時期之後咧，當佢啲購買力完全消耗曬嘅時間咧，嗰下再落嘅話咧，就好慘噶啦。所以咧，要博嗰啲咧，記緊阿傾所講$100。穿咗咧，90蚊啦，九嗰個位個低位好似90蚊，頭先見到係有個90蚊，唔好講多啦。呢個90蚊係啦，90蚊到升升啦，冇幾耐仲係200蚊咋，係㗎，200蚊落到而家109蚊，冇40%啦。你俾咧200蚊係幾耐嘅事啊？嗱，200蚊呢度咯，呢度係幾時啊？係咩啊？12月1號，今日係12月28號，冇咗一半啦，冇咗一半，由頭跌到尾咯，你冇咗一半啦。所以咧，其實咧。我早前喺度講咗啦，人好得意嘅。當你係做乜嘢都好順利嘅時間，你危機感就最薄弱噶啦。哇 ，SpaceX， 哇做到好成功啊！嗰、那個 Tesla 更加唔使講啦，即係覺得嗰一下咧，點石係可以成金嘅，個風險意識係好脆弱噶。咁呢一次個 Twitter 呢單deal咧，有少少係急咗噶啦。其實係有啲咁多係意氣啊。咁啊，到後期知道唔對板嘅時間 too late 啦，已經。依單交易已經係要成啦，咁啊440億，你要成副精神，要證明你自己係得嘅，你擺曬啲時間心機落去。調翻轉頭，嗰兩間已經係上曬軌道嘅，有 CEO 喺度，你哋去搞啦。咁市場嘅睇法就覺得你係顧此就失彼㗎啦嘛。咁股票好多時咧係講個信心㗎，人在就信心在，明知你嘅人去咗嗰邊啦，咁啊大家都冇咩信心，因為冇信心嘅時間。咁啊，自必然就係買嗰個就翹一翹手，唔買住，揸住嗰個個心唔舒服嘅咧，就會沽噶嘛。咁個勢頭咪就咁弱咯。好多時都係咁樣發生嘅啫嘛。係啊，咁就即係郭 Sir 分析咗嗰、那個佢老細嗰個心個心啦嚇，即係睇穿咗男人嘅心啦嚇。啊，睇穿咗之餘嘅話咧，大家亦都會知道點解咧？尋晚突然間跌咗成11%啦，因為佢就宣布緊咧，就話喺農曆新年嘅期間咧，喺中國嗰邊咧會係停止生產12日。好似又去到成，佢就係、是、其實今個月24號咧就已經停產咗噶啦，佢就由下個月即係1月3號咧，就再開始過一個新嘅，就做17日嘢，17日添，係啊，做17日，跟住之後咧就由20號開始咧就停工，就停工噶啦，停工嘅日子係20至31號咯，暫時係咁樣，係啊，11日、12日到啦，頭先所講到12日到啦，十日停嘅，你仲要計埋條數喎，而家疫情之下咧，好多零部件嘅庫運咧係受制。係啊，同埋農曆年間咧，啊一般嚟講個汽車銷情係薄弱㗎，加上啊而家咁嘅情況啊，即係買車好買樓好買乜都好啦，你都係稍後先算㗎嘛，所以春節期間咧，其實咧就算有少少反彈咧，都係技術上嘅後抽嘅啫嚇。唔係㗎，即係講到咧，頭先你講到嗰啲因素係啱嘅，即係話銷量會比較低啲，原材料嗰邊供應嘅可能都會有疫情嘅關係影響到，咁所以咧今次睇嘅話咧，佢停成12日嚇，咁都有個原因喺度嚇，咁但係咧嗰個原因咧就大家又會攞去比上年咪一樣咁。嚇點解上年停咗幾多啊？停咗2-3日到嘅啫。啊！佢新年期間上年嘅時間停咗，唔係一個好長嘅時間，2-3日啊。咁但係今次一停嘅話，停成10幾日，咁呢個咧就係、是、令到市場咧就覺得你真係好唔掂。所以咧，尋晚咧一跌咧就跌咗成12%咧，曾經落到低位睇嘅話咧唔止添㗎啦。咁就即係收市嘅時間咧跌咗11.4%咧，都係原因係咁樣嚇。咁佢跌得嘅話，咁自然香港呢邊嘅所有嘅啲電動車啊、車股啊一齊冧曬落嚟㗎啦。係啊，比亞迪咧就跌0.1%啦，算叻嘅啦，算最叻嘅啦。咁望下只2015啦，啲韋小利啦，跌6%，跟住只9868係啦，只小牌跌9%啊，係啊，係啦9866係啦，未來都跌10.8%嘅喎，2015。係啦，2015就6%啦，6%即係冇計。
啊，呢個就真係同內地嗰方面嘅疫情有關係啦，同埋咧就即係汽車嗰方面嘅銷售咧係都有好大嘅影響啊。咁呢個就要慢慢執啦，慢慢執咧就即係你要點樣先至恢復到咧係市民嗰個購買嘅消費個意欲啦？呢個係中央一個好大嘅工程要做啊。咁所以點解咧？即係你頭先講到咧，啲基金經理咧已經放咗假啦，放咗假啦，先知道啊、哦，原來中國突然間咧就開曬喎，冇人估到噶嘛。咁呢樣嘢嚟睇嘅話咧，就真係中央嗰方面咧都係要係比較係急進咗少少嘅情況之下，都要咁樣做啊。因為你真係再係由你又要係當係一個疫情咁樣嘅話咧，係又要停曬工嘅話咧，唔復常嘅話咧，真係影響到中國嘅經濟咧係好嚴重嘅。咁所以而家呢個時間新年之前嘅話咧，都要放開曬、放鬆曬之後嘅話咧，咁等大家咧就即係覺得係真係頭先所講到咧，以前嘅話。不是話有個陰間喺度啊，俾你做嘢啊，直情咧個陰間嗰啲朋友啊，都一齊啊，一齊都唔係陽啊，陽間咁嗰啲人嗰啲朋友嘅話，密切接觸者嘅話咧，全部咧都要係隔離噶嘛。而家唔正止唔使隔離，俾你翻工添啊！咁呢個咧就係即係中央係想係做嘅嘢，就係要係咁樣嚇。一切復翻常之後嘅話咧，有曬啲推動力出咗嚟之後嘅話咧，咁有工作嘅話咧，慢慢先至會係有翻啲購買力噶嘛。咁呢個咧就即係中央係未來嗰一年嗰個重中之重要做嘅嘢。咁啲車嚟睇嘅話咧，幾時先至會真係多人買翻啲車咧？你真係有工作做嚇，咁跟住咧開始累積咗啲財富，收入穩定。咁先至有個消費能力，先至會再買車噶嘛。但係我都仲係一樣嘢，就話成個升市，當今次個升市，我一路都講緊幾樣嘢係最重要嘅。二十大之前我話，二十大之後嘅話咧，第一咧就係疫情嗰方面有鬆綁，呢個第一。第二嘅話咧就仲係要係內房嗰方面咧係有個更加好嘅政策刺激到嘅話咧，先至可以恢復到咧投資者唔係投資者消費者個信心再入翻市去買嘢，唔係嗰個股票喎，講緊係消費喎嚇。咁但係咧。房屋嗰方面睇嘅話，中央出咗好多招，但係唯一一樣嘢嘅話咧，就係、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嗰陣時咧，大家都知道啦，住房不炒呢樣嘢再係要提嘅。佢可唔可以唔提呢樣嘢咧？係咯，真係提嚟做咩咧嚇？係啊，近排提得好密下添喎，真係仲係要提嚟做乜嘢？即係而家根本冇人炒樓咧，你仲係要提嚟做乜嘢？其實所以有時啲嘢咧，阿King講得啱嘅，即係唔需要下下再講，因為你而家呢一分鐘，你就算拍膊頭叫人炒，人哋都冇人炒㗎啦，已經係。你仲使咩一路強調、啊、住房係啊買嚟住唔係買嚟炒嘅，係人都知啦。而家買都唔買啦。其實兩個板塊真係令人擔心，第一個汽車嘅板塊，呢個係消費品嚟㗎。咁你唔同話食喎，一日三餐你一定要食㗎。但汽車要換嘅，你唔會換住㗎嘛，環境差咗，你梗係留翻啲錢喺身邊啦，暖袋㗎嘛。第二啦，房住啦，呢個先係最關鍵。內房發展商一年賣嘅樓嘅金額咧，成30,000,000,000人民幣。咁你諗下喺咁嘅環境，足足一年啊，你捱咗成年啊！可唔可以啊？俾大家知道，喂，幾時啲人開始有信心去買翻樓咧？你冇人知嘅喎，你3個月唔定，4個月唔定。咁未來一段時期咧，內房發展商喺資金嗰方面咧，仍然都仲係緊嘅。如果唔緊嘅，碧桂園去到咁平，兩度配股，嗰只咁啊雅居樂咁平，仲係要配股。咁啊而家係年關節啦，你梗係要錢啦。咁出年第一季又點呢？如果情況冇改善嘅話咧，你始終都係要面對呢個問題噶嘛。咁啊，一個內房，一個汽車工業，係內需裏邊咧係重中之重嚟噶啦。咁你幾時先復原咧？係真係答唔出噶。政策不斷出台啦，咁啊，但係唔係代表市民嘅置業嘅信心會因為咁樣而恢復噶嘛？所以對內房股咧，我自己嘅睇法咧，都仍然係比較保守。即係唔係話唔買得，而係話咧，我買少少，少少就係少少，啊，佔一佔倉底就冇雙哥。真係買得放心嘅，都係得嗰兩三隻，兩隻央企，一隻散企，1109華潤置地，688中國海外，我揸得放心。
一二三越秀，廣東省政府的企業，我揸得放心，但並不代表你買完你會賺錢喎。講清楚先，只不過佢哋嘅背景啊實力咧，係應該凌駕於其他嘅內房咁解嘅啫。嗱，講開內房股咧，咁啊即係碧桂園咧就獲大股東泵水啊，就借出超過50亿元嘅貸款啦。但係咧嘅消息就冇咗碧桂園啦個股價表現嘅。嗱，今日咧就由高。即係就高開就低走了，曾經上過2.75，但最終都是要跌超過1%收市。即係碧桂園，即係近排即係都即係近排都多消息啦，咁啊見到即係泵50亿出嚟，都真係大股東泵水。阿經啊，係咪代表你借唔到錢呢？嗱，你融資融唔到啦，配股又配咗兩輪啦，你都係等錢用嘅，冇辦法啦。作為我係大老闆，好啦。我話免息好低息好，我借俾間公司啦，幫你渡過難關啦。咁啊好啦，咁啊過年前呢一關咧有50亿嘅資金，加上啊配咗兩輪股，應該差成8亿噶啦喎，可以捱得過噶啦喎。但係出年第一季又點咧？第二季之後點咧？所以咧最迫切嘅問題都要恢復翻內地民眾置業嘅信心，這個就好緊要，好緊要。有信心嘅內房發展商根本上就起樓工廠。買地起樓，買地起樓，流水作業，咁佢就有資金去營運就得噶啦。如果係賣樓嗰度仍然滯住喺嗰度嘅話咧，你借得幾多輪咧？你配得幾多輪股份咧？係咪？係啊，冇錯係噶。咁即係你大股東，即係俾大家知道大股東有錢嘅，冇事嘅，起碼就唔好似咧就即係嗰只。嗰只咧，許另外一個許生咧，佢嗰啲啦嚇，咁咧佢根本自己都唔知而家啲錢喐唔喐到，其實即係話呢個碧桂園嘅大股東咧，佢啲錢咧仲係喐到嘅嚇，咁呢個咧亦都都算係俾市場咧仲係有個信心喺度嘅，只不過。即係好似頭先啊，郭 Sir 所講，你已經配咗集資咗兩次啦。咁今次突然間大股東都要攞錢出嚟啦。咁即係咪代表你唔可以在市場上再集到資咧？咁同埋你真係就算你俾咗集到資又如何咧？又要再有個 discount 咯，即係話再俾上兩次咧，仲要再低啲咯嚇。咁即係話上兩次攞咗錢嗰啲。你攞錢嗰啲唔係普通嘅市民嚟噶嘛，同你有關係噶嘛，同你有交往噶嘛，同你有交情噶嘛，咁你點樣同佢哋交代啊？你凍咗兩夜啦，已經凍咗兩次啦嚇，即係一次完之後，第二次啊仲低過嗰次。如果你再係咁樣再集資嘅話咧，再低過上一次嘅話咧，我諗之前嗰兩次嘅反面都有似噶嘛，會係啊，即係等於你買樓嘅話咧，突然間咧就即係出一個新嘅第二期嘅話咧，唔單止唔高過嗰第一期，仲平過第二期嘅話，內地嗰邊好中意維穩噶嘛。咁如果係即係你第二次買嘅話，或者係靚啲，或者係新啲嘅話，仲平過第一次嘅話咧，大家過去嗰十年都知道啦，一定咧嗰啲業主咧話係唔妥嘅，會係嚇。咁你配股一樣嘅啫嘛，你短短一個月之內嘅話咧，第二次配股仲低過第一次啊，咁你要再配嘅話，又要低過第二次嘅話，邊個會肯咧？咁冇辦法之下嘅話咧，或者要大股東需要自己嘅泵水先至。自己拿出嚟先至可以係即係令到公司有資金喺度，呢個其實亦都唔係一個係好事嚟咯。咁所以個股價嚟睇嘅話咧，真係都唔識得升，亦都係頭先一路咁講到咧，就話住房不炒呢樣嘢，點解你仲係攞出嚟講咯？啊，你唔攞出嚟講嘅話，市場咧開始慢慢嘅信心好翻啲嘅話咧，係有利翻賣樓嗰方面清除一啲咧積累咗好多啲起咗樓好啊，或者未起嗰啲樓好啊，你都可以係清除咗一啲咧就存貨喺度嘛。對於係真係呢啲嘅民營企業嚟睇嘅話咧，你都有資金嗰方面有啲回籠翻嚟嘅話，都係一種係救市嘅方法嚟噶嘛。你唔係咁樣做喎啊！就即係仲係咁樣睇嘅話，邊個仲會去買樓咧？咁你點？你即係靠中央，唔係靠中央，靠銀行借錢俾呢啲嘅有債務危機嘅公司，你借得幾多咧？啊！你唔係靠真係賣樓而攞翻啲錢，係靠銀行借貸嘅話，你呢啲嘅借貸嗰個真係唔使還錢咩？真係嚇，咁都要還嘅話，一係銀行有事，一係你公司有事，一係國家有事噶嘛，都會係啊。咁所以嚟睇嘅話咧，係呢一個再提呢一個咧住房不炒嘅話咧，覺得係好失敗嘅做法。咁所以即係有觀眾咁啱 Herman 佢就話2.74有貨嘅。咁啊，即係如果佢其實即係其實今日曾經翻過家鄉啦，都叫做即係
就唔好一日揸咁耐啦，冇揸咁耐啦，走啦。十天線都係兩個七毫三。唔係，咁啊講真啦，近期都有個低位，有低位嘅兩個半，嗰個低位幾多錢啊？兩個半定幾多錢啊？個字個字音足落嚟，係高啲高啲高啲。兩個五毫三。兩個五毫三。OK。兩個毫升嚇，咁啊呢個係最後一個防線嘅支持啦。如果跌穿咗，就真係唔係咁好噶啦。兩個七毫幾，你預咗10% 到8% 嘅風險啦。咁啊唔跌穿嘅，有得呆住喺度咯。但係我心又唔係咁舒服，因為喺個平台上面咧，你浪下浪下試下試下，我真係驚你一日試穿嘅。咁如果你係揸住少嘅，你承擔得嗰個風險嘅，我冇意見啦。但如果你話純粹係短炒，還掂贏一毫子啦走嘅話咧，咁點解輸一毫子嘅時間，你唔考慮減磅或者止蝕呢？因為短炒就係短炒，除非你有中線持有嘅心態同埋能力嚇。係、好嗱，咁我哋又再望一望啦。今日啲電股好醒神喎。好，講電股啦，咁啊就好多質問啦嚇。咩質問啊？咩質問啊？好似主持曾經不睇好嘅2380。電力股今日就大升，咁遲早一定會其中一隻呢啲類型一定升嘅喎，係遲早嘅問題嘅喎。真係爆升嘅啲電力股，因為咧廣東就公布出年嘅電力交易結果嘅，最終就以上限成交啊，所以刺激到一眾電力股即時炒上。呢個係幾時嘅新聞？哇！我都想知道，唔係尋晚嘅新聞嚟嘅呢啲係嚇，之前幾日嘅，之前幾日嘅，之前唔係係放假之前嘅，放假之前係咁、當時其實冇炒嘅，咁、但係咧今日先至炒，就唔係講咗炒呢個新聞嘅啦，係炒真係咧復通關呢樣嘢，通關係嚇、令到個經濟復常啊，咁令到經濟有個機會咧係增加用電。咁呢個咧先至係真真正正點解佢今日上升嘅最主要原因，唔係一隻升，隻隻都升都升，但係升得最靚係邊兩隻咧？就係836同埋2380。yes， 嚇一陣間先講點解嚇，咁就今日先至升嘅嚇，咁即係呢類嘅股份嚟睇嘅話，始終無端端都會一日升噶嘛，咁就即係呢位觀眾係叫咩名啊？咩 May 2 啊，咁就即係我哋唔睇好2380，我哋可能唔睇好2380係即係之前一路係咁跌落嚟噶嘛，跌到落今日之前嘅話，你敢叫人去買咩？喂，因為電力股咧係唔具備太多嘅爆炸性啊，咁咪直至到中央話咧復常啦、通關啦，咁你電嘅需求是必一定係增加噶嘛，咁啊聰明嘅資金喺而家呢個環境。梗係炒復常概念股㗎啦！你睇啲航空股夠升得好犀利咯，即係換句話嚟講，旅遊股亦都如是。復常概念股咧，而家呢一分鐘暫時嚟講係市場啊炒作嘅對象㗎。咁至於升到咁多，幾時之後唔再升咧？就睇下追買嘅動力到底幾時先停啦。其實有啲基金咧，今年年中咧比較高嘅水平都買咗只2380。咁一路都苦無推上嘅藉口，而家有個復常啊，做個藉口啦。咁呢兩日就嚟連結啦嘛，拱高少少個 portfolio 一打開，嗱冇咁差，3.5翻嚟，而家都上翻3.28啦，和和果果咁樣，咁個成績交出嚟咪好睇啲咯。所以問題就係、今日咁樣佢咁大成交拱上嚟，你都有個藥引噶嘛，有個理由噶嘛，個藥引咪就復常咯。喺聖誕前唔知嘅喎。是聖誕期間先至聽到呢、這個啊政策噶嘛，大家要理解先得㗎。咁咧就即係不如探討下點解嗰兩隻升得多啲啦。探討下先啦，咁或者係話仲有冇再升啊？不如諗下呢樣嘢啦。咁升咗一棍之後嘅話，即係又可以咁講啊。正如你嘅內房股份一樣，都係曾經係跌到落好低嘅。突然間一日之內升完之後嘅話咧，跟住陸陸續續咧，因為陸咁升噶嘛，係咪？都曾經都係咁樣噶嘛嚇。咁而家咧就即係電動車股，遲早都會有一支棍無端端係咁樣噶喎，會係嚇。當你真係去到底之後嘅話，突然間咧又出咗一個新嘅政策出嚟，好好嘅話，突然間又會急升上嚟，都唔定嘅喎，一樣嘅啫咁解嚇。咁你而家今日升第一日嘅話咧，我相信未完嘅，聽日仲可以繼續嚇。咁點解要睇咧？就中國電力咧，同埋836咧，華潤電力呢兩隻咧，因為呢兩隻嚟睇嘅話咧，第一咧個估值比較低嚇，咁佢嗰個嗰個 P book。個 value 咧都係0.83、0.88左右嘅，都係比較偏低嘅。同埋咧，最主要呢兩個咧係綠色嗰個概念係最多嘅，係最多嘅嚇。
即係之前嗰一兩個星期咧，都即係問下年要炒啲咩嘅股份，其中一類嘅股份嚟睇嘅話咧，都係一定係一啲咧係清潔能源相關嘅股份嘅嚇。咁呢個中央亦都係繼續咧扶持嗱，除中央扶持嘅邊啲股份咧？包括咗一啲咧就係人工智能啊、大數據啊、物聯網啊，跟住咧就講到除咗呢啲科技之餘嘅話咧，就講到咧光伏相關嘅股份嚇，咁或者係啲清潔能源相關嘅股份啦。咁呢一類咧就即係電力股份入邊嘅話咧，邊啲有清潔能源？是多啲業務嗰啲嚟睇嘅話咧，會更加受到市場嘅追捧啊！咁所以點解咧就836同埋2380今日個升幅係最大18%、17% 咁多。係，仲有一個板塊咧，遲啲咧可能會炒嘅。嗯。公路股。哦，公路股都係啊，炒緊其實都升緊，不過佢又冇個爆炸力喺度。冇爆炸力，爆炸力但係問題咧，你一路升緊嘅。公路股一個好強嘅賣點就係現金流好穩定，係因為最大嘅營運開支就是公路個維修同埋一啲管理員啫嘛。其實條路收費公路一攤咗喺度咧，就收租咁收啦。最驚咩咧？最驚就係過年過節啊，又話唔收錢啊，條路啊塞曬，同埋咧疫情之下咧，大家。即係唔出門口啦，咁你少人用嘅話咧，咁啊收費公路嘅收入梗係少啦。但係一旦咧復常啊，慢慢正常嘅往還嘅話咧，其實公路收費股咧，佢嗰個收益係相當好啊，而且派息亦都好慷慨，好似548深高速啦，576嘅浙江滬航湧啦，仲有兩隻啦，107同埋995咧，呢啲都係咧係未來可以有機會稍微做翻好少少嘅。啊！頭先閃一隻106啊嚇，四川成宇啦，其實嚟講個估值咧係咁多隻當中咧係相對比較低嘅106嚇，相對比較低。107啊，相對比較低嘅，因為咧由一個六一到而家一個八毫一兩毫子啫嘛，嚴格嚟講係10%到嘅啫嘛，況且股價仍然走喺250天線之下，咁啊最低限度要拱到去早前嗰個密集區間啊，大概係。1.95到2元阻緊啦，嗰度就有啲阻力啦。哦，啊，咁啊，頭先你睇到一隻咧，係其實咧就係、是。越秀交通啊！哦，越秀交通。應該係咪一零五二？佢嗰個走勢睇嘅話咧，係都係出少少出現突破啊！咁如果要照計咁樣嚟睇嘅話咧，會唔會去翻咧徘徊入邊嘅頂位4.5咧？有機會㗎、有機會去到4.5呢啲位置嘅啊！咁呢只亦都係反彈得相當之好啦。咁當然啦，左邊嗰邊嘅話，那個頸位嗰邊嘅話，真係都有幾多個阻力喺度㗎。咁就即但係上到4.5咧，係有個機會㗎。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大家揀啦，如果你話好似係1052啊，越秀交通啦，995啊，安徽滬通啦，576啊，呢啲都係強勢㗎嚇，包括5483高速都係啦。反為107咧，四川成宇咧就比較弱勢。咁你就係你買緊一啲衝緊上嘅，亦或買啲而家未開步嘅。估值仲係比較低，但係勢頭比較弱嘅股份，就真係自己決定啦。其實公路股咧呢一扎咧，都個收益啊、派息都係相當好噶。咁啊，如果你話唔係中意一啲短炒嘅投資者喺個倉入邊買少少擺喺度咧，作一啲防守性嘅部署咧，其實係可以考慮噶。咦？點解佢咁講嘅？有啲觀眾就話買公路股不如買內銀。唔係，咁1052得香港業務，點解咁講啊？1052。越秀交通基建是香港業務，你咪睇錯嘢啊！呢度佢咁寫噶嘛？哦，啲觀眾啊嘛，呢個啊 ，two wong 係咪啊？兩滑王，兩滑王，點解你咁講咧？1052啊，得香港嘅業務咧，佢好多內，全部都係內地嗰邊嘅嗰啲公路嚟嘅喎。你睇清楚係咪記啊？可能1052唔係香港業務嘅，佢基本上冇香港公路嘅。香港公路收費公路，香港好似冇。係啊，香港冇收費公路噶嘛。以前有一間32號係叫香港隧道，佢成立嘅時候有3億嘅投資，後期咧就收咗好多股息啦。啊！但係咧，除咗呢個之外咧，即係真係上市嚇，獨一上市嚟講咧，
除了32號香港隧道以前幾十年前有之外呢，喂，現在還有沒有32座沒有了，因為隧道已經是政府收回的了嘛，叫港通控股現在，因為它有一 個營商的年期，30年這道期都給政府了嘛，政府收回政府拿回了嘛，以前香港海底隧道的隧道公司，如果大家記得的話，通車的時候出過的郵票，郵票很值錢的，香港過海隧道OK， 你都有玩開炒油啲郵票啊，梗係啦，廿年前話30年前嘅話，呢啲郵票啊，我仲有好多隻隻金頭金老鼠金猴嘅金竹金金猴金猴金猴。其實越秀交通咧係越秀集團嘅一間附屬公司，經營咧係內地嘅收費公路啦、碼頭啊同埋港口咁樣。其實個現金流好穩定，不過內地嘅經濟咧喺疫情之下咧，一定會受影響，所以或多或少都令到他們的步伐是慢了。還有一隻又是港口股，就是144招商局港口，這隻也是很優質的股份來的，不過就不是炒作的對象，只是適宜一些是中線持有的投資者。好的股份問題就是它不會升嘛，144所以大家揸完之後咧，好多都好冇心機㗎。就算早前嚟講跌得好差好差都好，佢都係挨近9蚊左緊嘅水平。不過就唔會有爆炸性嘅上升啦。幾時升到去咧，就真係冇人知。冇足夠嘅持貨能耐咧，呢啲股份咧係好蝦人揸㗎，真係有啲觀眾咧，即係都喺度講笑，就話香港嘅收費公路嘅方式就係鎖車，好地道啊！真係結束嘅咩係一個相當之係突出啦，同埋咧，如果真係佢想試嘅話咧，一定賺好多錢嘅咧，就係、是。沙田第一城點解？一分鐘唔使就即刻鎖噶啦。係咩？佢鎖車鎖得係最勁嘅、最有效率嘅一間公司嚟嘅。咁我去到其他啲屋苑入邊咧，啲人出嚟睇一睇，跟住翻翻去，即係啲管理員，佢係唔會鎖車嘅，好多都係最有效率嘅話，就一定係沙田第一城。啊，真係啲人話啊，停一停車啊，落買啲嘢出嚟已經鎖咗啦，係啦。所以唔敢，因為太出名啦，第一城嗰個鎖車就出名快，係啊。第一城鎖車隊係啱嘅。好啦，咁啊，如果你黃埔都係咩唔知喎，真係。觀眾嘅問題啦，有啲菠蘿包同學留嗰啲問題出嚟嘅。嗱，咁啊 ，Michael 咧就想問只300協音科技。嗱，今日咧升翻6% 啦，佢就問現價入得未？嗱，跌咗咁耐，今日開翻支大陽燭，咦，成交亦比平時係多翻啲喎。佢因為咁啊回購有啲消息咁咯嚇。阿經啊，我覺得可以搏喎，我純粹係搏嘅啫。3.97，最低1.93，我就當你過九左緊水平已經冇咗一半啦。大大不了，我而家2.0元博跌穿1.93，我俾多3元你過九，我輸過九，我呢兩毫子係咪2毫子啊？2毫子一成咯，係1毫成，我俾咗你算數啊！我又唔分身買12000股，嗱輸曬2000或者4000啦。但如果博中咗咧，你上翻2.45都係開心噶嘛，有一定嘅直播空間嘅，有噶。咁今日有兩個消息啦，一個就回購1250萬股份啦，用2500萬啦，同埋咧就喺包頭基地一期嘅首個20000噸嘅火粒龜毛嘅組啊，咁咧龜毛組咧就係正式嘅投產嚇，咁啊呢啲嘅好嘅消息，但係我自己仲有少少嘅疑慮喺度，等埋聽日先啦，等埋聽日先啦，睇下係咪真係都仲強勢，企到2.1樓上啦。如果真係可以企到2.1樓上嘅話咧，咁都唔排除咧會有機會咧就即係反彈多啲嘅話，升翻上去，例如咧100天線啊，2.4或者之前嗰2個高位2.4到咧，10月份、11月份嗰啲高位都有機會嘅。只不過講緊係點解唔係話好有信心咧？雖然中央嗰方面咧對於係今年嗰、那個光伏嗰個行業咧，都係繼續睇好，只不過講緊係啲光伏嘅火晶粒啦，火粒硅啦，或者係硅片啦，咁呢啲嚟睇嘅話，都係產量過剩啊，係個價錢個價錢係跌緊落嚟。點解由7月份一路跌到而家咧？就因為佢哋啲價錢係因為產量過剩。所以跌咗落嚟，咁令到股價咧都跌到呢啲位置嚇。咁你話去到呢啲位置，呢啲其實好
即係兩三年一個周期，或者冇你兩三年一年都要隨時有一個周期喺度啊。咁你一路咧生產有需求生產咧大量生產好容易生產嘅，咁你將嗰、那個價錢咧升到上好高嘅時間咧，會更加多人去投入去生產，咁令到咧就即係個產量突然間啊去到高位好過剩之後嘅話咧，嗰、那個價錢咧又好快咁啊跌翻落嚟啦。咁去到跌翻落嚟之後咧，大家又唔會生產咯。咁跟住咧需求咧係有喺度，但係你又供應唔夠嘅話咧，開始咧、那個價錢啊穩定咗之後咧，又再開始咧係開始上升翻啦。你一上升翻嘅話咧，咁到咧啲人咧又再生產翻多啲嘅話，又去到一個高峰期。咁所以佢個高峰期咧係或者睇個股價走勢，你都睇到過去嗰幾年睇話上上落落、上上落上上落落嘅，係好容易上上落落嘅。咁而家呢啲位置係咪已經係去到一個低位咧？去咗半年之後，咁如果你真係搏呢樣嘢嘅話咧，係可以搏一搏嘅，係可以搏嘅。我明白你嘅意思，好世界嘅時間。大家一窩蜂去做咯，個產量過剩咯，咁咪大家減價促銷咯。我哋去到低位冇肉食，我唔做啦。我哋唔做，你唔做，得阿傾做喎。阿傾咪做咯，咪蝕錢咯，做咗。係咪？唔係蝕錢，可能贏嘅。係可能贏㗎，慢慢行翻上去，咦得喎，要做喎，可以做喎。跟住你又追咯喎，我追啦，但我即係買股票一樣。好似其實點解咧？你廠房嘅生產嘅工業，你係要機器要好多嘢，人手啊各樣嘢配套㗎嘛。到你真係可以投產嘅時間，價都已經高啦。到你產品出到嚟嘅價又再跌啦，係有個周期性嘅，即係話咧啊，去到某一個低位，其實由高台落跌咗一半㗎啦。咁啊，係唔係可以長線持有咧？呢、這個就睇自己嘅手瓜夠唔夠硬，因為環保啊，太陽能發電這個呢個咧個需求大得好緊要㗎。我嗰日先睇一條片，中國喺係咪喺邊度啊？喺沙漠啊，嗰度一路做綠化，做綠化做得好成功噶，好多太陽能嘅薄膜喺度收充電力噶，連中東而家都開始都係啦。係啊，冇錯，一個需求唔會少嘅，同埋呢啲一段時期幾年之後老化噶嘛，老化你要換噶嘛，所以係唔會斷噶，只不過個周期咧係真係有咁嘅問題，所以大家要把握周期做一個部署咯。好。嗱咁啊，再另一個觀眾阿劉劉咧，佢就想問只308啊，只中旅啊。Okay, 但中旅咧，佢話一個三毫半，好難炒嘅一隻股票，一個二毫半都已經有噶啦。嗱咁啊，賺緊錢嘅，幾時沽？佢就問咧，有冇機會翻上$3嗰啲位置？哇！$3就問啲啦，$3就問啲啦。係啦，嗱咁而家其實佢一個二毫半同一個三毫半買都低啊，今日好樣衰喎，衰到最高位之後跌到落最低位咁滯喎。所以係咪而家要食？係咪要食咗股先啊？啊，我諗啊，食個股啊，第一佢個往績嚟講咧，個股值仲係高嘅，係通關之後咧，有嚟嗰個旅遊咧係全面逐步復甦，但我都考慮緊。由一個一毫九到過二，去到近期的高位已經成70% 噶啦。春光水暖就一定係鴨先知。早前在過三、過四、過半咧，聰明的資金已經入了去噶啦。你看下，哇！嗰度成700支洋燭，幾大成交啊！之後高台就在度整固啦。如果有些係比較短視少少嘅資金咧，可能喂30% 嘅利潤在手。慢慢褪㗎啦嘛，今日就有少少咧就係高台嘅少少反覆啦，所以有錢賺嘅唔賺曬都先賺一半先啦，剩翻嗰啲就睇下後續有冇機會咧進一步向上推啦。咁啊咁走勢嚟講咧，而家仲係個高台嚟㗎，早前一個高位，上一個浪啊七月份嗰個高位大概一個七毫領啦，呢個係好重要嘅支持，即係股價突破咗之後咧，再翻轉頭咧。理論上是不應該跌穿上一個浪的浪頂的，咁先組成一浪高一浪的形態啊嘛。嘅止賺位就咁設啦，嚇過七度啦，係啦，冇錯啦。就呢個位置，你一個二毫幾買，你真係好叻噶啦，好叻，好叻，真係好叻噶啦。不過升到上今日嚟睇嘅話咧，真係好樣衰。今日一開嗰陣時嘅話咧，已經係一個八毫六，已經係最高位啦。跟住去到咧，差唔多最低位嘅收市，一個七毫六嘅最低位置，佢收一個七毫八。隨時會補翻我哋後位置嘅，係啊，所以就小心啲啊。有食最大惡極食，小心啲啊呢只。喂，有人問嗰只99喎，2246啊，今日係啦。係啊，嗱，今日晏晝嘅時候突然之間急跌嘅，係啦，睇翻咧，又今日又嚟啊，係啦，你見到咧係由晏晝咧兩點鐘打後，突然之間咧，喂，就跌咗落嚟嘅，咁係啦，咁啊，見到今日咧最終咧係跌19%啊。
係啦，嗱，暫時又未睇到啲咩原因，但今日成交大喎。喂，依只股票真係好難搞喎，乜可以廿幾蚊嘅股份跌到落去兩個幾銀錢嘅咩？你睇嗰啲陰足。是啊，由头到尾派俾你噶，你要啊得噶啦，俾你啦，俾你啦，攞去啦，攞去啦，啲可以咁样跌法嘅咩？所以呢只股票嚟睇嘅话咧，未来嗰五年至十年咧，我都唔会叫人买嘅。冇二十年啦吓，未来嗰五至十年啦吓，冇啊，冇噶啦，冇噶啦呢啲。你睇下嗰支阴烛，你睇嗰支阴烛下边有几大成交？冇噶啦，呢啲公司已經係做衰咗嗰個頭嘅話咧，你永遠都唔會信嘅，除非佢嗰間公司賣咗殼俾咗第二個啦。如果仲係呢班人喺度嘅話咧，你點樣都唔應該介紹呢一隻股票，唔會介紹嘅。就算佢升一倍又如何？唔會嘅，你難得唔會到第二日突然間唔知跌突都唔定嘅呢啲係嚇。呢次就已經係跌突咗啦，由兩個八毫幾嘅話咧，升到上去挨近六蚊嘅，差唔多升咗成六七成嘅已經係，而家。又差不多落翻去三個三呢個位置啦，你升兩個月冇用嘅，一棍就勾死你啦。係啊，一棍就勾你落嚟啦。係啊，所以就即係呢啲股票嘅話，永遠都即係我自己嚟覺得，我就即係我心係咁啦，即係好似等於七八八啫嘛，永遠都唔會介紹嘅。嗯，即係咁解嘅啫。呢啲股票咧，我哋場內人講咧叫做個場啊，係玩壞咗㗎啦。係啊，呢啲玩殘咗㗎啦。呢啲一定唔會咩㗎啦嚇。咁就啊頭先講到啊，仲有邊只想講？陽明今天都很帥氣啊，陽明有些突破了，看到就升穿100天線的淨值，看到今天升了超過 6%， 接近 7% 啦，陽明似乎即有少少少少突破，少少突破，但是我覺得真的要修復到條250天，因為那支大陰燭跌了下來那一下，是可不可以即是消化了那四個月之後的話呢，升回上去呢，那支大陰燭就是九月份那個啦，九月份之大陰燭，那看看可不可以，2269，有機會的，阿King啊，是有機會，是，喂，你看近日啦，佢個股啊一路升啦，幾四支陽燭，但係你個下邊嘅成交金額咧，係一路加大嘅，係個動力配合㗎，係咯，即係一路湧上去㗎。就睇下呢一個到底可唔可以，即係證明可，如果收復到，即係證明已經係消化咗嗰陣時嗰支大陰燭跌咗落嚟啦嚇。咁但係都要升翻上250天線啦，起碼係嘛？250天線啊，250蚊呢啲位，佢係250蚊跌落嚟嗰陣時。唔係，250天線跌落嚟，係幾多錢啊？係62蚊嚇，62蚊呢個位置嚇，咁睇下升唔升得上去。今日有一隻股票咧幾特別嘅，我想講一講咧。邊只？2161啊。苗苗啊。係啊，苗苗啊，你睇分鐘圖啊。係。佢又下晝咧，突然間咧咁樣升上去嘅，係，同埋今日個成交都多咗啲，係啦，成個朝頭早佢係唔喐嘅，冇成交嘅，突然之間好似晏晝好似晏晝突然間咧就係啦，開始做嘢啦。如果你睇埋今睇翻日線啦，又睇翻今日個成交係咪多咗，都多咗少少啦，唔係多好多嚇。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咯，唔係叫大家買嘅，咁大家留意一下咯，睇有冇機會再升翻上去，先前過一呢啲位置咧，原因係咩咧？今日個個都其實咧問緊一隻股票咧，只復星啊，係啦，係啦，大家都過去嗰一個星期都應該係聽過咧，關於係內地嘅人士可以過嚟香港這邊呢邊咧打咧就係 mRNA 嗰個疫苗啦，啊，咁復星啊打。mRNA 個疫苗咧，其實就講緊復星嘅復必泰啦，咁大家都認為咧就係復星咧就會係好受惠啦，咁其實咧受惠嘅股份嚟睇嘅話咧，應該係講緊咧係佢嘅代理係健盤，哦，就係2161啦，係啦，佢先至係代理呢一個復星啊，復星只不過咧就即係同美國嘅 Merck 咧就係。合作造成這個呢一個咧係BioNTech 嘅呢一個疫苗啊，佢只不過係即係合作生產呢樣嘢嘅啫嚇。咁你要運嚟香港，香港政府係免費俾大家打噶嘛，香港人
但是你外地人的話或者內地人的話，要在香港打這些二價疫苗的話，你是要在香港是付錢打的，政府都說了不會是免費給非香港人士打二價的mRNA 的疫苗的。如果內地那方面想內地人士的話，就不是只是針對內地，台灣都一樣啊。如果他們呢想在香港這邊打這個疫苗的話呢，就是要付錢的啊。要付錢的話呢，就付哪些公司呢？當然呢就是付個代理了，就付了呢就是健培苗苗。健培苗苗只不過做代理的，當然呢也都是有私家的診所那邊呢是用到這個疫苗。當然這些私家診所的話或者一些集團的話呢，都其實會是受惠的，但是其中一個受惠者呢就其實是健培苗苗的。為什麼呢？就之前都我其他節目都跟大家講過的，可能大家沒聽到啦。今天早上都沒有升的，是下午才升。你說升得多少呢？它成交少，你買的話呢是有風險的，都可以這樣說。因為它不會，就算有代理的話，它不會賺得多，不會賺得多的，不會賺得多，記住不要賺得多。有些觀眾都說了，就不要跟車太貼，自己衡量風險。好了，我轉看啤啤菠蘿筆同學來的，想問建行939有沒有機會回到5元樓上呢？今天呢一支大洋燭升了 4%， 他們家鄉價5元就越來越近了，但5元同時也是條250天線的。建行回家鄉有沒有望先？有機會，有機會。其實說真的，三倍多的往績市盈率，息率就超過百厘，升咧只係時間嘅問題嘅啫。不過當然知啦，好多人就話百厘升啊，我買嚟做長線嘅投資收息啦。講咧就係咁講，揸得八日，揸得兩個禮拜，唔升嘅都係走咗去啦，冇耐性啊。咁啊，以而家呢個價嚟講咧，行上去五蚊咧，其實唔係爭好遠，得毫釐子價啫嘛。如果有嘅，你問我，我一定建議你繼續暫時擺住喺度揸住先咯。咁多隻內銀嚟講咧，其實息最高咧就3988，但係如果你講係大路少少咧，首選都係建行嘅，因為恆指成分咧只建行咧佔嘅比重咧係有成4.39%。後續個市如果進一步向上推升嘅話咧，建行或多或少都要同步而行啊。況且今日嘅上升咧有一支好明顯嘅陽燭，而且有成交支持嘅喎，目標係直指5元嘅，啱嘅。好，唔係淨係呢隻升啊，其實隻隻內銀都升啊，隻隻都升啊，其實都係升得靚啊。係啦，一398都升咗成4%咯。係，冇錯。係咯，隻隻都升嘅今日啊，咁啊或者亦都同大家憧憬住經濟復甦咯，有關係咯，係啦，都係同啲電力股差唔多有咁嘅概念喺度嘅。好啦，咁我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係啦，好啦，聽日同一時間啦，4:30啦 ，Casta 應該可以翻嚟噶啦嚇。聽日咧，希望大家喂，我哋順便咧就多謝好多觀眾先啦，因為頭先我睇見好多觀眾咧都係問候啊 ，Casta 嘅媽媽祝佢早日康復啊。其實咧就孝順母親係啱嘅，呢個係首要嘅。咁我亦都喺度咧代表大家咧就或者同大家一齊啦嚇，祝福啊！Casta 啊，媽媽早日康復，早日康復，亦都代表 Casta 多謝大家嘅祝福嚇。好，好啦，聽日咧同一時間4:30繼續有郭 Sir 財經直播室嘅，聽日見啦，拜拜，拜拜，大家記得俾 like、留言、訂閱、撳埋鐘仔，仲埋分享埋俾啲朋友，多謝。